早上大大，早上先生，你好吗？唔该，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名叫李亚娜，我今年32岁，我出世在1991年，我结咗婚，我有一个仔9岁，我分学读中学毕业。我地准56公斤，我细弟多日得58厘米，我孙子高，我唔计高，我以前做过嘢系日下得4年，我嘅工作直我嘅43同三系少，住少同埋照顾小朋友。我想去香港做嘢，因为我要搵个地钱俾我自己同埋屋企人。我希望弟弟先生正我，我原先会尽力作业，留下电话过4年满合约。唔该晒弟弟，唔该晒先生，再见喺香港，拜拜。